这地方环境优美啊，是个老太太。这上面就是一些住宅啊，远处啊就是那个河海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，在这个缝隙当中，你看，这是海。我现在想找一个位置上厕所，我感觉这个小树林非常的好啊，适宜尿尿。但是呢，老太太在这儿我不太敢尿，怕被人家发现之后罚我钱啊，指不定那边什么时候窜出来一个人。你看，这真有一些人在这儿走。